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手机啊？你看我刚到市场这边呢。我这边4000多预算，想了一个便宜点的15 Plus。可以啊，不过现在14 PM 的话也才4000多，而且配置要比15 Plus 更好。那还是要那一个14 PM 吧。可以啊，那你对机器有啥要求不？这个倒是无所谓，便宜点就行，你安排。行行行，那我这边找一下子吧，给你找到了我就联系你，好吧 ？Hello， 这台就是你要的14 PM 啊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给你挑的这个外观成色还是很不错的，这个颜色你喜不喜欢呀，阿叶子？可以啊，你仔细给我看看呀，可以。好，我给你拉近看看，整体成色的话还是很不错的，你看看这个小边框亮不亮？还有背板都是很干净的哈，尾插还有听筒。但这台的话电池还有93%，还是蛮高的。这个多少钱可以给我呀？这个我们拿货4700，你看就给我加一点就行啦。那这个今天能发货吗？今天晚上都能给你发走，并且还会给你送20瓦快充钢化膜手机壳，还有婉婉家的180天质保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婉婉。